我有时候看男朋友，觉得那个人是谁？是我吗？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男人还蛮帅的。不会跳舞这件事情，不是我不会跳，是我不想跳。现在五件事里面的舞蹈担当是？是我，就是绝对是我，毫无疑问。竞争无间情的舞蹈担当真的来势汹汹，秋风则暌违两年发行个人新专辑，新歌 Deep 除了首度挑战全舞曲， MV 中的薄纱造型也成为一大亮点。对对，这就是 MV 那件。可是 MV 大家好像，我看粉丝的留言说你没有看到腹肌的部分。对，其实都是骗的、哦、不是啊，其实我就是微微的透露了这样子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精壮型，但是我觉得就可能健康型吧，就是我们在桃园拍，然后有点算是挺凉的，我就穿那件的时候觉得哦，做那些动作的时候特别冷，也算是一个小福利，让大家看看我的豆腐到底有多白多嫩这样子。嗯，就是服装有突破嘛，那就是香港演唱会有确定要脱了吗？确定要，当然一定要脱，我上次说我的二头肌一定会露，就是我的右手的二头肌，我觉得这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就是其余的地方的话我觉得看团员们吧，对啊，看到时候的状态，但是右手的二头肌是没问题的。其实我觉得舞曲只是在整张专辑中只是一个小小小的伏笔而已，因为我们专辑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歌曲，其实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秋风泽。你刚才说那个舞曲只是小小的伏笔，对。可是昨天 MV 出来，大家整个都吓疯了。对，其实包括我也在吓疯。我有时候看男朋友，觉得那个人是谁？是我吗？但是我觉得，哎，真的是我。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男人还蛮帅的。大家一直说我不会跳，其实不会跳舞这件事情，不是我不会跳，是我不想跳。OK，joking，joking， 真的是不会跳了，但就是努力的跳了，因为第一次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玩。你脸部表情有特别练过吗？有哎，我其实真的有练一下，就是我真的看着镜子，然后录一下，然后觉得每次都会稍微修改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，对于一个不太会跳舞的人，都说控制身体就没有办法控制脸，就是我一开始有这样子的困扰，就是慢慢的调整之后，现在我觉得表情控制的还不错，所以我现在用表情来骗大家这样子。虽然这样讲有点对不起小赖，可是你表情好像比他还要会的感觉。刚才，对，确实就是大家看了我的表演之后就会知道等级的差别了。其实我有感受到他觉得被威胁的感觉，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队友了，他就是在过程中其实有帮我，要感谢他，就是我觉得互相扶持，虽然我是比他好一点这样子。舞间情现在零九跟俊硕都分享了嘛，就是真正的舞王来了。所以现在那个舞间情里面的舞蹈担当是？是我，就是绝对是我，毫无疑问的。现在他们排舞啊、编排都是我在想，所以他们负责唱就好。如果有一天，对，我觉得可以向蔡依林看齐，我觉得会有一天我也可以跳那个钢管。钢管？他不是有个钢管吗？有，所以你下一步就是要给钢管送给大家。我有考虑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也是想要给歌迷一点惊喜，但说了就不惊喜，但可能下一张专辑吧。你要不要自己宣布一下？我们今天最重要啊，对不起，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同样重要的事情，对，来，就是我们明年要开办 Deep Awakening 演唱会了。没错，随着新专辑推出，秋风泽也宣布全新演唱会将在2023年2月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更希望能巡回演出，蜂蜜们也可以快点敲碗敲起来啦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，可以把这个讯息传给所有的蜜蜂 ，OK？ 那我蜂蜜，对不起，蜂蜜，我是蜜蜂啊，我今天穿的蜜蜂，我穿的衬衫是2014年我帮你主持记者会同一件 ，Oh my god！ 然后你。记者会已经30分钟都没有发现，其实也不用太感人了，因为你后来第二场就改找奶哥了嘛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。好，专辑大卖，演唱会秒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风泽，好，先补个妆。感谢，他划着回去了哈，赶快上岸，赶快上岸，去找你的浮木哈。